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秀。2月5号，随着周深和毛不易合作的 Go Eat 播出了，一时间呢，相关的话题迅速被网友们送上了高位热搜。据悉呢，该片段出自于家族年夜饭，是一档由何厂倾力打造的综艺节目，而 Go Eat 这首歌呢，则是出自于美国的著名流行双人组的 Mary Hill。 作为一个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盛誉的组合， Mary Hill 的作品优质度呢，显然是不可小觑的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一首 Go Eat， 曾经前后被多个国家的歌手翻唱过，如今能够有幸听到周深和毛不易的版本，实在是喜出望外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简单来复盘一下这场舞台表演。首先呢，由毛不易率先出场，开口跪的低音直接掀起了台下的欢呼声，而一身黑色的西装更是给视觉带去了冲击感，那股神秘感和成熟感是毛不易很少见的气质，如今看来呢，也非常适合他。而之后周深的登台呢，也是相当惊艳，伴随着悠扬的歌声，穿着白色西服的周深缓缓地从台阶上走了下来，和此前毛不易的低音黑色西服形成鲜明对比，两个人就仿佛是一明一暗的天使，听众造成了视觉听觉的双重冲击。说实话，很长时间呢没有看到这么绝的舞台了。周深和毛不易啊，不愧是新生代最顶尖的那批歌手，成功的营造出了满屏的高级感，一瞬间就清空了听众的血槽。其实自从歌手当打之年过后呢，外界就有不少的粉丝期待着两个人的合作，毕竟在节目里面他们关系就很好，甚至还出了大量表情包，如果有机会能够同台演出而不是竞演，相信一定会非常精彩。如今时隔许久终于圆梦了，如此爆扬的现场呢，也算是没有白费粉丝们这么久的期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周深遇上毛不易呢，我仿佛看到了新时代大门里面透出的光芒。回顾当年周杰伦横空出世的年代，也正是因为有王力宏、潘玮柏、林俊杰、陶喆、五月天等一众的实力派，最后才显得诸神之战格外精彩。而如今周深和毛不易的舞台合作，颇有一点当年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的味道，两个同辈当中最顶尖的歌手联手，将氛围又一次推上了巅峰。希望如果能够有机会看到更多精彩的表现的话，不仅仅是周深和毛不易，还可以有华晨宇、梁博、霍尊等等，华语乐坛因为有你们而精彩。恭喜周深粉丝突破600万，从此他身后有600万生米守护，感动。离着这个春节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，是不是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呢？2021年2月5号19:37，对于生米来说，这绝对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，高兴的心情呢，可以说不亚于过年了。因为今年周深的微博粉丝量突破了600万，可能对于某些娱乐圈的人来说，600万的粉丝并不算很多，但是周深的这600万粉丝啊，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存在，不像一些明星有很多的僵尸粉。作为一位老阿姨，自认为不能够给他做很多，也不太会做打榜之类的事情，于是呢，从今天早晨开始呢，刷新他的微博，就想要第时间等到600万粉丝到来，把这破600万的时间尽量做到精确的每一分每一秒，这是作为一位老阿姨唯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了。很高兴见识到这一刻，也很荣幸能够成为600万分之一，成为了生米中的一员，有点骄傲，有点自豪，更难掩激动的心情。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追星呢？记得主持人撒贝宁曾经在一档节目中说过，追星呢其实是在追你自己，你其实呢是在为自己设计着一个理想中的人设状态。深以为然，有时候呢看到明星们的那个样子和状态，其实就是我们想要变成的那种人吧。比如说优秀的周深，在他的身上呢是励志的典型，是优秀的代表。出道这么些年，周深说过很多经典的语录了，不只是他的歌声励志，语录呢也是让人为之振奋的。我很感谢每一个给我温暖的人，我也想要用我的歌声把我所感受到的传递给大家。这句话呢是周深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说的，这么些年他一路走来，也不只是说到了，也做到了。说到周深的歌，能够感到满满的正能量，在每个孤独和彷徨夜里啊，有周深的歌陪伴，才不会显得夜很漫长。小编作为一个老阿姨，真正喜欢上他呢，是他曾经在歌手当打之年的舞台之上演唱了一首温暖的歌曲《有可能的夜晚》。在那首歌里面呢，也是听到了这个大男孩的内心独白，从此呢可以说是对他一发而不可收拾了。这漫漫人生要做的事情很多，但最终回想起来，做过最深刻也不后悔的事情原来没几件，而其中一件呢，就是能够遇见这个大男孩，慢慢的喜欢上他，一路追随。他的名字就叫做卡布勒周深。最后希望能够点进来看这篇文章的肯定都是生命无疑了，你们喜欢哪首歌，喜欢周深的呢？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你喜欢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